ていないものがまだあるもんか。昨晚把这儿给我烧了。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这是他们的祠堂，哎，咱能不能躲这里头？不要抓活的，要活的，要活的。太君，您放心，这儿围的跟铁桶一样，他跑不了的。放心，他跑不了。
这儿啊，已经被我们全部给包围了，啊！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地毯式搜索，他跑不了，我们一定能把他给收走。抓住那只中国人，我要让他知道眼睛里被进辣椒水的感觉。 辣椒啊，最辣的产地啊，是在陕西啊，那儿产出的辣椒那才叫一个辣呀！啊，当地人称这种辣椒呢，叫朝天椒，俗称窜天猴。拉去！那么多废话！嘿，报告，没找到。 秀芝，媳妇儿，秀芝，秀芝，秀芝，不是，你没事吧，秀芝？ 小日本，我操你祖！
钱贵对不住你，我来晚了。虽然你没过门，但你也是我钱贵的女人。我钱贵在你坟前发誓，一定要为你报仇杀小鬼子，一命抵十命。 他妈的，得看那一档了。太君，你放心，他跑不了的。知道了，あの人は。 佐藤得意地把国民党赶出了济南城，占领了钱庄，可遭到了村民的暗算，粮食没得到，却挨了一板砖。他焦头烂额地另想一计，决定再次抢粮。魏三，我有个问题要请教您一下。这个附近。 有谁会使用暗器？暗器，就是把石头和辣椒水当暗器的人。太君，这太多了。这济南城里呀，藏龙卧虎，又有很多江湖艺人，我想用这种暗器的人一定还在城里，他跑不了的。 太君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啊，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。よし。自古探しに行く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嗨。 报告司令，不好了，新团长他跑了。跑了？是。我说到现在这个城炸不了呢，真是树倒猢狲散呐。这就是党棍的精英。他以为他能跑了和尚，跑了庙吗？新团长说，他们实在是无法完成司令下达的要求，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好啊，那就成全他。 司令，新团长没有毁城，也不一定是件坏事。那我们这不是违抗军令吗？您想一想，城里还有那么多老百姓，还有咱们留下的弹药库，要真是炸了，那可是寸草难生啊。况且大小姐还在城里，要不我再派几个人进城去找一找。
判什么判？他自己找死，我们也跟着一块去死吗？此时的叶司令心情十分沉重，感到庆幸的是，济南城未毁，自己不会背上毁城的千古骂名，唯一担心的就是外甥女张冉冉下落不明。我们马上就会冲出小鬼子的包围圈，快！那也是最后一个联络处，千万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联络点，不然你就无法和根据地联系上了。王站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这个联络点。记住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死人有时候也是可以说话的。钱庄是这里最大的粮食种植区，这里也有最大的三个粮仓。城里的粮食没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占领钱庄。钱庄，可是连队长，恐怕到时候粮食都已经被转移走了。不会，八路军的主力现在都自顾不暇，钱庄的土八路根本就没有抵抗能力。况且，那里的秋粮还没有收，那就等着我们去收吧。马上休整队伍，明天一早突袭钱庄。明白。什么破呀！怎么是个坏的？这不是瞎子吗？哎，瞎子，过来！快！我说这深更半夜的跟着溜达什么呢？啊？太君，我等了您好长时间，您也没回来，所以说我就来找您。这误打误撞的，还真让我碰见您了。这真是老天有眼，瞧我！啊，对啊，太君，我找您是来感谢您的不杀之恩。你还懂得不杀之恩，有意思了。啊，我放你一马，走吧。谢谢太君。
上锁，我们正在追击一名中国士兵。中国士兵？嗨，这里只有瞎子，没有士兵。嗨，糟糕。你可以走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太君。等等，你去哪里？我回家啊，太君。回家？你家在哪？回太君，我是钱庄的人。钱庄？哎，太君，咱们正好可以让他带路啊。儿子，一个瞎子能带什么路？太君，我能带路。我们家黑子不是在您这儿吗？可以让他带路。黑子？黑子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们家那头驴。我进城就是他带我来的。罗西，你很聪明啊，能想到找驴带路。来人，带瞎子去里面找他那找黑子。哎，太君，你真的相信他那头驴能带路？是，为什么不是？我还信他们能替我们踩地雷。哎呦，对，太君高明啊，高。高。哥，小鬼子是让咱来打听情况的，你现在不进村都怕多长时间了？谁说咱们没进村啊？啊，皇军知道咱们没进村吗？见了皇军就说刚从村里回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他妈轻点，找死啊。哥，皇军了，他妈废话，我眼又不瞎，我还不知道是皇军来了。这就是钱庄。哎，呀呀呀呀呀！你学我干啥？你这学还挺快。你前面带路。我？废话，不你是谁啊？你不说你那毛驴能带路吗？快走。快去，带着弟兄们，勇敢点，往这冲。勇敢去！去去！哥，咱们呢？走！哎呀，是太君呐！我们还以为是八路呢。里面什么情况？报告太君，没什么情况。我和弟兄们一直是寸步不离的守了一天一夜呀。我是问你钱庄的情况。钱庄？钱庄就更没情况了。太君，您放心吧，有我牛儿狗在，这钱庄肯定是太平无事。您就放100个心啊。有你在，有你在就多一个废物。废物？对，废物，废物啊。进村。嗨。
把地雷埋在这儿，这万一小鬼子要是不来，你们又走了，那我们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小鬼子要是不来，我们就把这雷起了，保证炸不到我们自己人。这可难说。叔，慢点。您又把这粮仓里的粮食倒腾出来，东藏西藏的干嘛呀？别在这放屁啊！你不懂。我怎么不懂啊？这粮食运到哪儿都是不消停。不是，这没你什么事，别在这瞎晃悠，眼神又不好，万一踩进去怎么办呢？去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这老头太倔了。走，对吧？哎，你带路的怎么不走啊？在前面带路去，说你呢。你什么意思？太君，我是想问你，咱们是进南口还是进北口？什么南口北口的，只要进村就行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快带路，快带路，快点。北口有地雷，我这不是找死呢吗？他在说什么？站住！太君，他好像说游击队在北口埋的有地雷呀。哪尼？地雷？对啊。你胡说！太君，我怎么敢胡说呢？我也就一条命了。那，你前面带路，我会重重赏你。你怎么还不走？哦，太君，你刚才不说吗？只要带路就会有赏钱，他不走就等着那赏钱呢。啊哈，啥？哦，那你好好干，以后我会给你更多。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你带几个人？跟他一起去。啊，我牛排，太君说让你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探个路。放你娘的罗圈狗臭屁！太君是让你带几个人去探路，根本就没说让我们去。牛排，你不光嘴不干净，而且耳朵还不好使。刚才太君说的就是你。你少他妈废话，你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。爷，你什么意思？当着太君的面，你敢违抗命令？我操的嘞！你这狗仗人势的东西，他妈哪天你放到我手里，我弄死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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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哥，吵什么？太君，牛排说他愿意带着几个兄弟前去探路。你呢？有戏。太君，我根本不是。感谢，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。牛排长，请吧。快点！
了吧。八个，六个。太监，你留下几个人在这里掩护，我带部队绕到南口。没事。不是瞎子，快点南口带路，快点，快，过来掩护。快快快，大哥！这是南口吗？我们怎么知道啊？黑子，这是南口吗？你这说话，你黑子，这是南口吗？黑子说是南口。我家住南口。太君，这回该谁先冲了？太君。怎么样，太君？我们回来了，太君。既然牛排回来了，这回还是让牛排先冲吧。去你大爷的吧！刚才我们没走多远，就踩上地雷了，还炸死我们两个弟兄。这回啊，该你打头阵了。牛排，我一个瞎子，我怎么先冲啊？不管，就你冲！你们去不去？不去我毙了你！哎，别，我冲，我冲。走。照我看，这村里应该有八路。那怎么办？帮着打一仗吧。钱庄有粮食，咱们顺便整顿一下部队。把地图拿来。哎，让部队退三里。在这个十字路口埋伏。哟，坏了，黑子，你这都是杀人的驴啊，你怎么把我带雷去了？快点！九死一生，谢什么老天爷？要谢得谢我，我没拿钱儿。我在这儿呢，别找了，赶紧走。哎哎，这太监，看来没什么事儿。
太君，八路的火力太猛了，要不您先撤吧，我在这顶住。啊，太君，牛排的意思是咱们先撤退，他掩护。有事，有事。你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，你得撤。撤，牛排，站住，站住，保住啊！快！去你妈的吧！你们撤了，让我们在这顶住，想得美了吗？告诉弟兄们，别打了，咱们也撤。兄弟们，撤！太君，弟兄们都跑不动了，还是原地休息一下吧。哎，原地休息，原地休息。哎嗨哎嗨嗨哟！